飞轮能不能躲吸魂？这期视频会告诉你答案。哎呦！我去，我这波好帅哦！屠夫可能在这个红木马，有可能在鬼屋那边。修桥上万一被树伞丢脸的话，很难走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树伞。看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。我刚刚说完，树伞就丢伞过来了。哎，他踩板不快啊，他踩板有点慢。他如果丢伞的话，我们那个丢伞的话，我们那个什么，可以那个。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里？哎，这眼睛怎么跑这来了？爱坤姐太美，送出一个玫瑰。爱坤姐太美，说起 S 我了。谢谢开关的玫瑰。岩钉不修机，下巴不带哦。要认真修机子哦，不修机墨是不带的。让你打我叫酱酱了，让你欺负他了。哎呦！我去，我这波好帅哦！你们看到没有？我飞轮躲了那个吸魂，然后砸了个板子。是不是很帅？爱坤姐太美，说拿过刚才的。太烂了，没出去。啊？哎？我撞墙了，对不起。谁让你欺负我家酱酱了？你怎么敢的呀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你怎么可以打我？我到，到。哎，没那个砸进去，有点可惜。哎，我没翻。哎，我没翻。嘿，酱酱，我来贴贴了，贴着我叫酱酱跑。爱坤姐，爱坤说不是。哇、哦，酱酱好帅！哎，他那伞来找我了。哦，起飞！酱酱，我死了，酱酱，我先走了。这个是郑师傅呀，是的。小熊说哈哈。这个是郑师傅。爱坤姐太美，说是郑师傅。国服呀。这树伞其实挺可爱的。哎，真是闪现落地刀。哎。我先走了，这伞丢过头了吧？狙，可能要真要狙了，一个铃铛可能就要卡过半了。哦，卡到半了，很帅，你个牲口，快把桥上那台补了。有两把素材，一把那个
有两个素材，一个飞轮朵，然后一个邦邦的那个什么东西啊，还有一个邦邦的技能，太帅了！哦，球哎！你看我的运气永远都是这么好，不是怀表就是物件，呸，不是怀表就是什么物件？什么物件嘛？他闪现好了吧？闪现的吗？还是没？放假啦！放假啦！放假啦！要预判一波闪现了。他是什么技能？是闪吗？我死了BBQ 了，传终点了。我们等会开那个开起点去，这两个人能出去吗？搞不好他们两个人可能都在终点不去。爱坤姐太美，说我剩十九发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啥来着？我说啥来着？这两个人果然出不去。爱坤姐太美，说不是，是十发。他不会丢起点吧？不要笑我，没有，他在这里看到了。欢迎小女孩，来快点让莫哥哥抱抱，让莫哥哥举高高。鸡美们，我要保底了。